月天也有来过。台中，现在来到台中的宿舍，大家看一下环境。这些是要搬上去的行李。是住在二楼，觉得。欢迎来到熊宝贝之家。现在看到的是我的小冰箱，上面有吃不完的面跟饮料。来，现在带大家看我的衣柜。就是简称的王美柜，有一个很美的镜子，有很多的衣架，可以吊很多王美的衣服。当，看到的是系统家具，全部都定死的。这窗户没有面向谁？这是一个小阳台，外面可以晒很多的衣服，还不错，有衣架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台中的长荣桂冠酒店，这次是利用爸爸的国民旅游卡来住。带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有两个椅子，不止两个椅子，好几个椅子。然后外面在施工，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台湾大道。4:37，距离我们晚餐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，6点用餐。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设施跟设备。要玩 Switch。最新的游戏健身房，月天也有来过。刘德华也来过这间饭店。酷的东西，随放即充的充电座，来试试看。iPhone X 放上去，已充电。
验一下设施，这后面有九宫格，玩一下吧。现在要去退房，现在时间大概是中午十二点，休息完整理完行李退房去。什么感想？要回家了，谢谢。理完退房手续，现在准备离开长荣饭店，去台中市去玩。现在在彰滨工业区台窝展示中心，这边非常宽阔，还不错，看你先四处看看哦。台湾玻璃馆吃东西可以送玻璃碗拿回去。现在来到了白兰氏基金博物馆，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的环境吧。是白兰氏的基金外观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进去。Springs Health Museum。参观完鸡精的介绍，现在试喝这个鸡精，好喝，有小时候的味道。好喝，你觉得呢？敢喝吗？还要再倒吗？冰冰凉凉的。叶黄素的鸡精。